宋钦浩的弹性真的是没话说啊！篮底下，哇耶！再一球 ，and 哇！哇，八爷今天厉害了！哇，再这样继续打下去，他的手段有很多嘛，然后很厉害的一个选手。但就除了他之外呢，当然今天紫薇教练也在现场，看他的这些来自。